从一个学生突然转变一个身份。2007年6月23日，我离开了好男儿的舞台。在别人眼中，你不是学生，你就是一个成熟人。被这样看待，我其实没有长大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做什么都不对。晚上有时候会失眠，会睡不着，醒来过后就一个人，然后会想很多，我找不到方向。从歌手变成演员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挺迷茫的，也会有一点心酸，很难过。那段时间应该是我最低潮的一个时期。我总觉得我会不一样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更清楚自己想要去做的是什么，义无反顾地做好。总有一天你会让大家看到你的坚持。我准备了7年，经历了7年，量变的积累达到了一个质变，是金子总会发光发亮。失败或者成长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，正面去接受大家的批评，努力地去做好我想做的事情，丰富自己的内在，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，坚信自己会更好，怕挑战，突破自己，相信自己，在工作当中创造生活，不要着急，是你们就会成功，总下了一个因，未来一定会拿到那个果。人物大奖，李心李心，本届颁奖电视剧男演员 VIP 李易峰之星，李易峰，勇敢的造梦，坚定不移的在这条梦上走下去。我是李易峰，这是我的故事，也是我跟你们的故事。